那就有东西出来就是。嗯哼，可以了。Hello， 今天来拜访江妈妈。江妈妈，来，我先看一下手好不好？我今天呢感冒了，所以没办法。那个，来看一下。OK， 这样子我们认识了啊、我们先开始啊、看一下江妈妈的手啊、好不好？好吗？妈妈，我先做那个认知测试，好。江妈妈，没关系，你如果反正也听，你就平常讲就好，他反正不会反应的。江妈妈，如果啊、我跟你打招呼，你听到了啊、你帮我可以点个头吗？你有没有多一个口罩？我想把它罩起来。没有哎、你听到了就点个头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还是把眼睛闭两下？听到了。好，我看到你闭两下了。哦，我再来试一次哦。如果你听到我跟你打招呼，请你眼睛闭三下。好，开始，来，眼睛闭三下，来。哦，我闭了三下，你没闭三下，啊？好。看这里，江妈妈，看这里，江妈妈来，看这里，江妈妈来，看这里。看这里，还有跟着你唱吗？没有。你不穿过那个管子哦。没关系，就这样。没有。它原来是是极重度失智。那个身心障碍手册上面写极重度。我先看你的右手喽。好，来。看一下啊、会痛哦，对不对？会痛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会痛？啊？痛吗？我们栏杆可以放下吗？可以。有没有？小一点的浴巾，小毛毯呢？然后我们可以用被子做一下更换，就是说，垫在身上的东西稍微……没有，浴巾就是浴巾，跟被子做交更换，这样子比较看得到，因为那个镜头过来都被挡住了。是，有。也就是说比较……今天天气没有很热，还好，也不是冷，对，不会太冷。好，关节硬哦。对呀、我们要做关节的那个角度，想要帮他放松，因为他这样子哦。穿衣服啊，做什么事才会方便。可是通常放松哦，因为它有一段时间了。好，紧缩之后哦，我们大部分都是做，快速的。快速的牵拉，快速的轻小范围的牵拉。你需要做吗？我就有凳子哎。这样太辛苦了吧？我给你拿一个凳子。好，谢谢。因为肩关节哦，通常肩关节会更痛，我们
们先从肘关节开始哈。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它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，因为可能这个角度哈、固定啊，或者说叫做角度挛缩哈、可能有一段的时间。要花一点时间，要花一段时间。那我们通常会在周围的软组织、肌肉啊，还有韧带哦，先做揉捏，然后再来做快速的关节角度牵拉。那也可以做热敷，对，也可以做热敷，那这样子会放松。可是这个东西啊，通常都要花长时间，而且要持续。这个是腕关节。正常的话，我们通常是上肢、下肢，从肩，肩、肘、腕、掌、指，正常程序哈、每天都要做。那每一次整个做完了，最少要一个小时。正常如果说是要做，等于说是维持啊，维持这个状态的话，要这样做。所以你们那边的工作人员有帮住民做，要维持就要这样做，是每天有做了一个钟头。没有，如果你刚开始像他这样子已经，比较紧了，可能一个钟头都不够。那可是如果说是在初期的话，关节有活动到，它就是能够起到一个维持的作用。那我们通常是做患侧，做患侧，这个是患侧，对。但是它那个也，因为它久了，没有动，状态会跟它一样。那我们通常做患侧的话，就不需要那么久，因为是健侧，就是因为他现在妈妈健侧也受到影响，所以他两边坐下来至少一个小时。那如果说是做患侧，大概半个小时。他们中风都是单侧，他一开始是单侧，后来中风，那第二次中风以后就两次都不行。他本来第一次中风的时候还可以讲话。讲妈妈。那他第二次中风以后就的状况就差了。手指头还能稍微让它打开。先从小圈圈开始转，如果能够每天做的话，它会松，松的话那个圈可以再稍微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好，那如果说一开始哦很紧，用力去松动它的话，它会受伤。对啊，它会受伤。我待过的养护所，他们甚至家属运动骨折了。我刚刚说的受伤哦，大部分都是韧带。韧带，骨折那就真的太大力了。那我们所谓这样子再大一点会受伤，就是因为它已经算是粘连。好，紧就是一个，韧带它本身已经那个长度已经拉得很紧了，才会变成这样子。那你去松动它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做放松或拉长它的长度。那你做得太猛的话，韧带会撕裂，那它就会痛。好，我们在小范围里面去动。而且呢，不要让它停留太久，因为有时候某个角度会很痛。我们快一点就转过去，然后它那个痛点就没有，不会那么那个疼痛的时间被拉长。好，我们做那个快速牵拉，做快速牵拉。刚刚我们那个肘关节也是这样，做快速牵拉，快速牵拉。有时候呢，角度会慢慢放大。通常呢。有没有效
就是这样子去做，大概十天半个月你就看得到。你可以在开始的时候，这样子有点紧了，有一些角度尺，你可以买一个尺来，或者说你大概看一下，这边是90度，那现在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大概100或120角度这样子，然后你牵拉以后，你看这样子有点紧嘛，然后你差不多半个月左右，你把它放松了以后，到感觉紧的时候，你自己去测一下那个角度，就是拉大。肩关节比较难做，因为它被很多肌肉群包住，所以它如果动的话，会牵扯到很多的那个韧带，它可能会比较痛。肘关节跟腕关节稍微单纯一点。痛它会叫，是啊，我妈妈会叫哦，所以现在还可以忍受的意思是这样。对，我刚刚看她皱眉头。这是有反应的。好，我们把手打开了，看一下吗？把手打开了，看一下吗？看一下。我觉得他的反应算是蛮好的。眼神。对。可是以一个重度失智的人来说，恢复成这样也很难。因为以前他不太会。那现在可以看一下，我做个一针。好，下次在手掌这边，要贴一个笑脸。打开以后，就给他贴个笑脸。然后在运动的过程里面，他会看到那个脸会慢慢浮上来。动一下，这样慢慢关节，肩关节稍微动作就稍微大一点。现在我觉得它有比较软，还没有叫，应该不太痛吧？是不是？它如果痛的话，它会有脸色会有变化。现在还在它能接受的范围。你这样角度很漂亮哎！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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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他能忍受的范围，像譬如说角度我们先拉上来了，我们就给他持续。好，像这个动作就给他持续定个，譬如说定个1分钟，或者定个5分钟，他慢慢那个关节的深度就会放松。我不晓得你们，因为你有推拿，目前他手这样子举着，他就是做穴位按压，就是我上次跟你讲的，我们做的是运动啊，如果说是理疗，做比较偏重是穴位、经络，那就是让他血液通畅，就是他发现哪里僵硬，他就。那你平常做的时候有让妈妈手伸这么高吗？没有，给她拉上来。也有拉上来，也是要软一下，软个身之后才拉上来。软很久，要很久。我通常是从这里开始，从这里，因为我发现胸大小肌这个地方，你要先，我都会先把这边，推到摸起来不是硬，先这边推软，才开始动手，因为要拉上来一定要碰到这种肌群。这个，如果我这边还没有把它松开，我怕这样拉会受伤。对，所以我平常是先从这里开始。好，我觉得妈妈现在还好呢。嗯，所以呢。
时候还会让他摸摸头。啊，嗯，可以啊，让他摸摸他自己的头。除了失智还有其他诊断吗？除了中风失智还有其他诊断吗？没有。好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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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那时候失智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反应。所以就判定是轻重度的失智。因为他也不会跟你爱看很清楚。好 ，Hello。是手的部分，通常指头也要花时间。比如说按压，因为我们的神经跟血管都在侧面。神经跟血管都在侧面，按压啊，关节活动啊，啊，这些，我是用这个，给它刺激。我用这个给它擦。因为这有一点点牵。那我们的手没有那么粗糙，这个我就给它一根一根给它拉一拉，用热水，是用热水，温水嘛，然后给它那个整个手给它搓，好，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其实刚开始就是时间要讲究，时间要找肩关节，然后先前后也可以做热敷，肩关节肌肉群，韧带松动，然后做热敷揉，然后上臂，手的上半部的上臂，做敷。捏，然后下面捏，然后就开始做，关节的，如果刚开始不好动，就做快速牵拉，如果还能动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状态，结果后来刚刚教室可以的，你看都可以伸直，因为我每天都，可以伸直，每天都给他弄的，可以伸直，那细部的就是。侧面，做那个按压，挤压侧面，做挤压，然后关节做弯曲伸展，然后手掌，手指整个手掌，然后腕、肘、肩，放松都是这样子，我看一下下肢好不好？谢谢。我看一下腿好不好？对，这只比较糟糕。会出力。对，所以会往里面收。对。我有点想说，这个需要再需要垫一个吗？我不太清楚。因为以前是这样垫。因为我现在都请他们把它拉好，这样，因为它如果不拉好的话。对，一直往内，往外屈曲。对，它会屈到这里。对，这个角度很大。怎么样啊？你放好没放好？有放了。好，来，只要肌肉、韧带、肌肉群，按压，好，怎么样啊？
稍微给它做一下纸巾，然后让它松。因为我平常这只脚比较严重，一按它就很痛。这只他们说是脏的。不是横着照的，这一定要直着照，这一定要直着照。我们先把它